叙利亚内战已经逐渐的接近尾声了。按照目前的局势来看，叙利亚政府军及其背后的俄罗斯军队将要获得最后的胜利了。但是美国及其诸多的北约国家似乎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在最近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美国和他的盟友们在地中海一带的活动相当的频繁，这样的一种行为意图也是相当的明显，那就是意在与俄罗斯。美国无非就是想告诫俄罗斯，有我在，别乱动。但是俄罗斯也是首屈一指的大国，他岂能受到美国的威胁？近日，普京大帝直接拿着大杀器来到了地中海，那就是有着战斧之称的俄罗斯口径巡航导弹。这种导弹的威力特别的大，完全可以直接轰炸美国航母。美国其实也是很怕的，这样一来，叙利亚方面就可以安心不少了。这个口径巡航导弹也是威名在外的一种巡航导弹，是目前俄罗斯装备的最为顶尖的一种。根据媒体的推测，该导弹的射程可以来到惊人的2600公里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？那就是可以从俄罗斯直接发射到中东地区，而且它的视装能力也特别强，不管是哪种舰艇都可以用。